今天我小佩奇考了100分，快看呀，这是妈妈奖励给我的公主跳跳裙的玩具。哎，我要把这些小公主呀都放在上面。哎，然后呢，我要来开始弹琴喽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哇，可真好玩呀！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后面有怪兽！哎呦，贝尔姐姐，等等我，等等我呀！哎呦。哎，这不是白雪公主和贝尔公主吗？你们两个慌慌张张的在跑什么呀？哎呀，小佩奇，你赶快救救我们吧！后面呀，有一个大怪兽，它要吃了我们！哼，这个大怪兽太可恶了！白雪、贝尔，你们两个不要着急，我小佩奇会帮助你们的。你们快看呀，我这里有两个变身胶囊，你们赶快吃下去，就会变成我跳跳裙上的小公主玩偶啦，这样怪兽就不会发现你们了。哦，真是太好了，我小贝尔要第一个先吃啊，喵喵喵喵喵。哇，快看呀，我真的变成小玩偶了，这样怪兽就不会抓到我了。真是太神奇了，我小白雪也要变成小玩偶啊，喵喵喵喵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，我小白雪也变成了小玩偶。